卡塔喽，请问加谁的？音乐。等一下，我邀请，因为不能直接加。我应该有上线吧？我们看到了环环心的声音，听起来好想睡哦。没有，有了看到你啊，但是你没有开游戏的显示。哦。有谁还没加进来？没有，好，加进来了，好了，好了。你谁啊？你谁？你谁？你谁？杜管真？这是什么鬼哦？这谁？我是道士，又是你。杜管真，每次都是你。道士，我以为有奇怪的人进来了。奇怪的人，这比较像叶小叉。你谁啊？你不该大，你不当大妈改当大爷了吗？大爷，大爷，我这里有一只鬼可以驱他吗？就是你啊，我要急急如律令。你只有一，你是麦克华斯基耶，只有一只眼睛耶。我现在发现杰瑞整颗头都是篮球哦。对啊，他都是。刚刚看头上掉下来，第一个分谁啊？谁啊？很勾机呀！熟悉的大妈不见了，错，大爷，大妈，大家可以稍微逛一下这张地图。厄曼厄斯，厄曼厄斯哦，厄曼厄斯，哦，扫扫扫，那这个进得去吗？进不去，所以我们要玩厄曼厄斯吗？你可以玩啦，剧透，你就是那一只。被放走对不对？哈基，没有。哈基跳下水道啊！走啊！走啊！跳啊！跳啊！跳！好工程师啊！好工程师啊！投我！投我！小丑啦！哎，他其实做的很还原呢。他就是那一张有大厅的那个张图啊。对啊。哎，所以可以把人家丢出去。睡啦！我上来啦！哎，有人放上去了。有人挂上去了。关门呢，好赞哦！对啊，很棒哎。为什么有一只狗狗在上面啊？你从病床上跳上来，病床可以跳上来。没有，我要开门呐！我只是要开门。病床，病床上跳上去啊？这个高床在哪里啊？你在干嘛？怎么了？为什么我被卡了？哎，哦，你们都上去了。会一直会一直点头哎，哭啊这边。他自己怎么卡在那里？哎，出来了，出来了！哦，这样看就比较好看一点的嘛。对啊，这比较好逛啊。不耶！他会一直点头，好烦哦。真的？因为你一直往下看，他就点头了。对啊。低头看场景。还原那一张算是很还原的一张啦，只是他的那些模式没办法还原进来。嗯，哎，搞不好哪天就可以了。对啊，搞不好说不定哦。那个垃圾是可以直接把它丢起来。这个是倒垃圾，倒垃圾的吧？它好像不能拉，我刚刚看有些拉杆都不给拉。它只有按钮可以按。我以为可以拉拉杆，可以把别人倒下去。反正投票通可以。套房。对，今天是对啊，炮房可以玩吗？好了，那地图逛差不多。哎，这炮房，对不起，这炮房好像劳虫检查的那个东西哦。哪一个？那个啊，炮房，你看劳虫贴片，那黄色的，真的哎，等下劳虫贴片，哎，真的哎，绿绿的一片，薄薄的，它也很像宝贝球啊。对啊，在你们大厅的最另一头走就可以，另外一侧。我被载到那个地方，还在超像哎！你还摸，那很脏哎！要贴过，用过贴屁股，你贴前面。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还会要检查？那个时候发下来，我都会很紧张，说到底要怎么？就贴啊！不是说就会有，就它会贴反。不是说大完便的时候贴上去吗？是大完便吗？不是吗？它不是一早起来，好像是一早起来，不是一早起来吧？好像是一早。哦，我是早上起来贴的，早上起来就贴一下，对啊，因为他说早上会出来产卵，嗯，哦，我以为是上完厕所才会出来产卵诶，这样子你要先擦干净诶，所以我没擦干净啊，干净就把它丢掉，哦哦嘞，不是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就家里有那个早上五六点就要去准备去开店啊，所以家里只剩下小孩子，所以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哦，
来如此。对啊，哇，我好了，很黑了，我知道，比你用手去摸屁股还要，好可怕啊、哦！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干嘛？去休息站摸屁股那个？我什么摸屁股？小屁股啦，小便斗。为什么是摸屁股？为什么去哪里摸屁股了？好好好好，抱歉抱歉。走了走了走了，那这次是关卡有一个官方新的。好，官方的新图啊。官方新图。来看看。看起来是蛮特别的，是个研究室。哦，这边玩鹅猫二十。哦。那我的时代好像不太对，我的衣服。你不会热？你不会热吗？穿越，穿越，好热哦！穿越，穿越，好远！他为什么要把门做这么远呢、啊？没有，你知道，就是要给你体验一种意境，就是哦，我准备要进去实验室里了。哎、哦欸，这往右拉、欸，哎、哦，做一点心理准备。哦啊，推吗？推吗？我没。哦，飞蚊症。哦，哎靠！哎、欸，这球可以拿下来，你怎么把它拿下来了？我不知道，可以放吗？我手痒啊。换这边吧，反正换这边。我可以进去把哈欠投进去吗？进去里面，你也是一个球吗？把自己塞进去，把自己塞进去。眼球吗？啊！没有了，没有了，他是一道球。我给他压，给他压，压压压，扁了，扁了，要扁了。你站好，你站好，看可不可以压？让你压扁。对。哇，哇，你是不是蓝色学校来工商的、啊？好像要他拿是不是啊？啊，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对啊，还是他帮你拿啦，因为他这样比较靠近。拿我拿到吗？我拿到吗？你有，有。哇，你屁股很翘哎、欸！啊，压不下去。你下腰了，他就。哎呦，他屁股好翘、喔。看不到我自己。你现在我卡住，哎呦，弹出来了。好，放上去了。好了，就让他压吧。哦，热压，然后嘞，有了，开始了，哦，有了，哦，要往右拉，谁要拉 ？Nice， 啊，推一下，走，哎，推不回来嘞，可恶，还想拉回来，又有一球球，又有一堆球，前面那是什么？哇，好高哦，这个好，哎，它有一个球在上面，是不是要跑酷上去啊？对，哦，弹上去的吗？对。三阿杰，我吸铁的，真的，力量太强，拉不到哎，我们拉不到，我们太矮了。等一下，他是不是要拿这个磁铁去吸右上角那一颗啊？哎，有进哦，可以升上去哦，有，这里，哎呦，哎不是，抓天花板抓错地方，哇，你们抓天花板去啊？记得过去吗？喂。我到了，哦，好厉害哦！球球，被吸走了，我抓，哎，上去，我的球，有球被吸走了，哎，这是什么？哎，搞不好是要去那边拿，右边有一个东西，哎，这就极限了，机器过不去，哦，哈基荡，过不去，哦，有了，那里是干嘛的？可以有个拉杆，我拉看看。拉一下，好拉。嗯。是干嘛？直播串流。没感觉。直播串流可以。哦，上面那个啦，要靠门打开，因为要绕另一边去吸它吧。对，绕另外一边，这个板板。哪边？这里。这边有一个。那我是不是要转？对，你要转。你要转另外一边，转另外一边。喂。打开。那个球进得起来吗？哎、欸，你那个磁铁可以让它不吸吗？好像可以，它旁边一个是有拉杆。哦，可以。哎，它掉下来了哎！原来抽天花板是这个。那这个磁铁要怎么办？哦，有一颗球球要拿，再吸就好了吧？我们把它举着。不是这边啦，不是这边，你回来啦！我想要看看这可不可以啊？不行啊！你是说用磁铁把那个门给拉起来啊？对啊，电影都这样教的。拉扯它，我现在当监视器画面。你要吸不到，你有吸吗？里面有吸吗？还没开始哦，要直接这样哦？啊，我可以直接吸起来哦，这么吸的哦？啊！我粘在墙壁上了呢，粘在墙壁上，它被吸住了，我被吸住了呢。哎，哎，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感谢新会员，给弄一串人吗？
应该太重了，哦、欸、不，太重了，哥了，哎，你放开团团会怎样？你放开团团会怎样？团团风筝呢？对啊，你放掉它，你放掉它。哎、欸，没事啊，没有，你太远了。那慢慢降下来了。太高了。我哎，哎，大姐。哦，哎，不要玩团团哦！我想玩团团，我也要玩团团。我们放下来了，那怎么团团下来了？我换人了，换人了。我本来要把熊猫关回笼子的、欸，不要再关回去了，关别人。现在可以投篮，我们有篮球可以投篮。哎呦，好了，球球，直接带着，要等球球来了。来了来了，有人又想要被压，还要当热压吐司那样子被压，那眼球会爆出来吗？你这个怪怪的啦，你这个角度，我觉得你这个角度不行啊，他那角度不行啊，好不妙哦，好危险哦。哎，你那边也是会被 ban 的，你要小心哦。不是，我完全没看到他的动作。这个看到会，你会发现你的直播特别卡。也带过了，我没拖出来。这是 Omiyake 啊，对不对？什么是两个门？什么都没有。哦，哎，还蛮。我以为你会在你的背后画个 F 哎。保存中。哎，这啥？碰了会死。有一条线。哦。哦。镭射吗？镭射而已，镭射笔而已吧。他瞄他真的弹进去吗？哦，镭射笔会变的、哦。哦，这帮瞄准的吧，瞄准线。可以二三呢，你可以往上啊。那个要弹走是不是？哦，可以弹呢、欸。要去哪里啊？哎，你怎么自己掉下去了？应该是要去。我难过。先去一吗？喂，呀啊，不是，应该好像是要进那个球球，是直接哎。他是不是一二三照顺序啊？应该是哦。那旁边那个球要先拿吗？应该是要先拿。那个是靠没有球啊，就哎、欸、你啊，要先引人到那个红红的那边点按钮吧。红红，你们看那个上面有一个红红的按钮。哦，那边有按钮是不是？哦，那个门口上面，门口旁边那边，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它弹过去的。门口上面那个屏幕、哦，我们这看不到、啊，你们看不到、啊。对，要上来一点。你有看到我手一直在挥的地方吗？门口。你在哪里？在一号那边啊！我在一号这边。哎，你在一号？哎呦，你的颜色也太保护色了吧？对啊，你直接融在日常里。对啦，就是那里啦，那里啦。哎呀，有点紫的地方吗？就是没有，就是那个门口。门口这里，这个上面的平台。对对对，有他进到了，他进到了。微笑。然后瞄他在另一边。到了，到了，到了，到了。点一下。好哇，过头了！哦，我怎么从你的胯下点到按钮了？哦，然后有人要到那边拿球球，是不是？等一下，我动哦，到旁边这边开了，这里。哎呦，那我在这边要干嘛？我当指挥官。等球球吗？好，我等球球。上。这里啊，这里。好，这里，这里，这里。你要怎么在那边呢？很热，然后换左边，左边。欸、所以我要拿这颗球，对，把它带下来吧，对，带下来，等下弹到其他地方，要弹到我这边。去拿第二颗，啊不，歪了，还没到，哎、欸，到了，到了，到了，第三颗，哇，第三颗，哈哈哈哈哈，第五颗，我先弹到那边，哎，进来，等一下，等一下。哇，这样掌握在大家生杀大权的感觉好好。这样不愧是女王，视野最深，真的是全力的感觉。女王风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要搭这一班车，是不是？对，有拿球。嘿嘿嘿，一号。哎呦，这个球好重哦！哎呦，这球好重，它要起飞了。你人要一起上去啊！哎呀，有了有了有了，有点。三分球，哎呀，三分球，换我，那你要去二号区，二号区在第一边，二号在对面，对面，然后转一下，结果，你们在推磨吗？对，磨豆浆，
羡慕到家。等一下，刚刚他自己抓位置，有人在拖我的脚，那也可以拉、啊，加速。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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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头了，过头了，过头了，好啊，很爽 ，salt。好像有点歪，歪了。没事没事没事，我抓得到，抓得到。哦，太小。啊，拿第三颗球，再来第三颗球。那个门应该门在没？有声音要爆炸了啊！爆炸有声音啊！右边门开了是。他居然发现我什么音效都没开，因为上次有版权音乐不是吗？嗯。那边要丢到那里哦，右边这里二号右边。对，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太小，这好远啊那边。啊？我脚是不是卡住了？我怎么出不来？等一下。啊，没有啊，你在上面。你中没中啊？啊！太高了，再下来。你直接套住额头。啊！我怎么又再一次？我想帮你戴法箍。那不是，那我看起来只会像 open 奖而已。蓝色刚好啊。套不进去，套不进去，哇！哎，差一点，没有办法。好的，那我往回来一点。我好像中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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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什么我抛这样而已？还要抛两次？哦哦，你去里面拿是不是？对，繁星你在干嘛？热压繁星，倒马机。完了，下一位，下一位，好的，下面很舒服哦。好啊，要反击！我想去，等下上不去了。你已经下一位。哎，阿祖不够远。有了有了有了有有有到了到了，乐压反击。哦，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呀。等一下，我只看到狗头。什么东西？我的视野看到你在一个狗头在上不去。没有，要现在要出来，要出来，要出来，要出来了。我们要走另外一边的电梯了。这个熊猫出来了，是太重啊！它是坏掉了啊！有了，有了，有了！耶！很小，耶！很小，喂！这样，哦，好棒！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刚刚那个球嘞？哎呀，刚刚有拿到了吗？没有吧？拿到，小团你在哪里呀？我跑到边边了，所以他还要去另外。小雨在下面，对，他那边是压踏板。呜呼！我还以为左上角要越丢越高。啊，不是，不是，过来了。他不能，他不能太前面哦，带一格就好了。你怎么在这里？他怎么没有灯？灯？哎，丢，灯来丢，灯坏掉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呜呼！我抓住了，还是 go！ 咻！哎呀呀呀呀呀！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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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过头啦！抓到！没抓到！好，拿起来了。好，我还在慢慢的当泰山呢。哎呦！那你要不要喊一下欧一哦？我的服装感觉不太像，我应该要急急如律令。哎，过头了。哎，水视频拿到应该是要切过去了吧？对啊。啊哟，嗯，这跳板怎么跳起来？我觉得怪怪。我又抓到天花板上。哦，转，好，这个不能跳太远，我觉得可能弹太高。撞到脑袋而已。灌篮！哎，对对对，耶！想要吗？不给你。想要吗？啊！不给你。想要吗？不给你。真的套不进去，头太大。他会把它弹开。对啊，他这种中间有空心都。下一个门，下一个门在正上方，往上去。正上方。哦，看到。所以全部人都要上去。我的球，他有，他可以记录吧？可以可以啊，蛋呢啦！哎 ，Go！ 不能站太后面，会撞到天花板。嗯，对啊，来抓我，差不多第二格啦，第二格就可以。第二格吗？哎，哦，哇哇哇哇哇哇！哎，
嗨，喂，啊，不敢抓一下，抓一下。哎、欸，你也是涂的红唇哎、欸，所以你严格来说还是一个大妈哎、欸啊。我不是，我是道士。哎呦喂，他妈妈没道士。我是把你给带起来了。哎、那烤鸡是妖怪。烤鸡吞下去。把人斩除你这妖孽。哈哈哈哈哈！自己斩除了，哇，妖孽下去。怎么又下去了？两个要斩除的方式就两个一起下去，然后透过滤镜然后一起下去。哇，这是最大的牺牲呢、欸，真的。哎、欸，这里的地板哦，抓到。我是看电影看到那种，就最后主角跟那个怪物一起牺牲，我会觉得很不爽。我也会很不爽啊！你当初干嘛不要一开始就这样？演那么久，还不死，这样是不是？对呀、啊。那一想也想不出哪一部有这样的剧情哎、欸。要剧透吗？可是我觉得比较像配角，我不才会这样吧。对啊，主角的好像很少哎、欸。配角有啦，电影里比较多啦，动漫好像比较少。就是那种 B 级恐怖片啊，难怪我都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难怪我不知道。我想说奇怪，有吗？什么？这么床吗？可以睡觉吗？这个不是跑步机吧？而且超像跑步机耶。又跑一个，来啦，拉拉，一下一下，哎，充电了，充电了，充电了，拉得动，我拉不动。你没有拉，你没有拉。你是不是抽血没力？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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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抽血没力。啊，不行，我血要喷出来。血要喷出来。用逼人家说，你直接用一只手被推啊！哦，楼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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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哦，哎，好酷！跑步机变高级了，登高机，这个是登山机啦，好累哦，登山机个腿，那腿超酸的哎，按按一下，对吧？啊，哎，这个 S 哎，拼图哎，拿到了一个 S。教室吗？还是什么？欸、这个应该是类似拼图的东西。每一个都有一个数字之类的啊。这里有一个，是啊，中括号拼图，中括号，我是括号，我是 C。那这个按钮按看哦。那 C 在哪里啊？对啊。按钮不是按的就是。我刚刚听到声音哎。哦哦哦哦哦！这里要拼是不是？哦，对啦。拼图，原来那不是拼图，那是导线呐、啊。导线，哦有哎、欸，地板上。哦，所以我这块拼图是什么呢？我是瓜号。团团这里，团团这里，你是勇气，勇气与希望。这样我们只有一个。爱与勇气与希望，还有阿米哥。还有。好哦。我、哦、经过就好了，你经过就好了。经过啊，就自动自动吸住。还有导灰，导灰，我能力一起导灰哦。哎、欸，篮球哎、欸，这是要干嘛？那所以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哎、欸，我这里放上去，等下发射你头会被打到哎、欸。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发射看看，发射看看。来来来，我要这个是这个是。高跟，这里面有什么？哦，好绝！哇，这是什么？被他打肚子，好痛哦！炸膛了，炸膛了，炸膛了！我肚子被揍了一拳呢，炸膛了！球又出来了。要打什么？是要打那个橘色的？按发亮？要打橘色的啊？我觉得是橘色按钮，还是你觉得是打那个踩高跷的？我就想是不是打那个灯？哈哈哈哈哈！它不是有圆圆的灯吗 ？Fire！橘色按钮，好好玩哦！哇，打他！这边还多一颗球啊，怎么不拿？对啊，那边还一颗球，对啊，这个对啊，那颗也蛮像的啦。有人投进去了，有人投进去了，有人投刚进去了，我还以为我可以发射出去，可恶！不行啊，投过身不过啊！不是说好投过身就过吗？那你要先当一只猫。欢迎，哎呦，又干嘛？又干嘛？又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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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边亮红灯哎、欸！哎、欸，门开了，门这里开了，然后所以总共有两边的门，哦，一次走一边，然后两边都开完，中间才可以。对，哦，我这是升降的、欸，哦，升降梯，哇，跑酷，但是这个图很漂亮哦，这官方图真的不错，对，这个图不错，
我们这一代会不会太多人？三个四个嘛。我跟你说，这个其实是玩家做的。我觉得有可能玩家做的，然后并到官方。有可能啊。哎呦呀呀，毛毛面。有可能就有，这之前都他有在征稿啊。对啊。对啊。哎、欸，我突然觉得我的道士的头发后面好像有鱼哦。有鱼。鱿鱼道士。鱿鱼。对啊。所以你会用触手攻击？还是花枝啊？那种小花枝，那种鱿鱼花枝小管，没有完蛋，后丢花枝 ，Go Go Bye！ 啊，没事，好难哦，哎、欸，小，我到了，Go Go， 到了，哦，可怜的狗狗，我到了耶，丢下去。哦，我这里有放球的地方，我们要找到四颗球，所以还有两，还有一颗哦。还有两颗，还有三颗，你看还有四个地方，真的哎，四颗那么多，哎、欸，对啊，怎么会有那么多？对啊，照他这样讲，这个可以压啊。还是他把我们家的两颗篮球都算进去了？哦，不是，旁边这边还会再开啊，搞不好这里。旁边看，多送你三颗。上面的灯上面有好像有哦，有提示有几颗吗？搞不好你先放上去啊。啊，没射到，还没，是放下去以后就是了，我以为是可以，对，放了就是，我以为是那个有按钮，没啊，哎，球嘞，哦，回去了，太回了，啊，不要抠手手，不要抓手手，抠了手手，欠人家手手，你怎么欠我手手？射了，射了，射了，就懂，来，再一个，再一个，那里没射到。太小。嗨。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团团有人说你是道姑哎、欸。道姑。你说因为是女神的关系吗？嗯。哈哈哈。好哦。总会是姑是道吗？你还是离不开大妈属性。哎、欸，哇，循环扇呢？好漂亮哦！哦，好好玩哦！还是这样好好玩哦！来玩，这个很棒耶！啊，不用动是不是？对啊，只是往前就好了。其他的，其他的，然后我这边有两颗球，还有另一颗。哦，旁边还有。还有一颗是怎么上去？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不同的风扇，一开始不同的风扇就会吹到不同的地方吧。哦，对对对对，这里吧，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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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哦！空中电梯。喂，嗨！啊，这个好爽！我是太棒了吗？好开心！对啊，这不需要那边跑酷哎。啊，都有了，都有了。小雨其实不用抓了，你抓了就卡在了。没关系，我在这里看着。没有小雨，这里的你下去成功的话，可以拿到第三颗，哈啊，八不够哦，没有哦，原来是这边哦，抱歉误会了，被尬到是不是？他被吹走了，是不是？就大人说手手不要伸进去电风扇里面，然后硬要伸。哎，我以前真的有做过这种事情，有啊，小时候也有，还是你对着电风扇叫。对啊，哦对对对对，电风扇在，电风扇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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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有三颗耶，好赞。对啊，之前家里还骗说，你如果你的手放进工业的电风扇里面，你会被绞断。会啊。会啊。工业的是铁的，会啊，是真的啊。可是我们以前学校不是都是那种风扇的学那个教室，常常就有昆虫飞进来就。哦哦，对啊，就这样。对啊。对啊，昆虫最常蜜蜂了，蜜蜂最常会这样。蜜蜂，想去哭一下。现在的学生搞不好已经体验不到这个哎。对啊，都冷气了。对，都是冷气。真的假的？哇！我们那年代哦，我们教室有冷气，但是吵得沸沸扬扬哎。啊哦，你说就是到底要不要装冷气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其他学校还没有，但我们学校有了。哇！就第就前几所这样子，对，太赚了。哇哇哇！刚刚是边打哈欠吗？没有啊，我掩盖的不够。你有在掩盖的吗？有啊。怎么感觉要过关啦、啊？前面有点 disco 的感觉。真的吗？这么快吗？我看前面很亮啊。
哦，保存中哦，没有，对，它是坏掉的，坏了。寻金冒险，哦，好大一颗哦，快点，沙丁鱼拿出来。少了少了，哎，这里这里这个，这直接装这里吗？直接装就好了吧？它对面是，哎，这边也有。哦，直接装了以后风扇会打开。哦，好，那我来装这里的。喂，跳进去了，喂。哦哦哦哦。进去有新世界，会死掉吧？呜呼！啊，打扰新世界。哈，刚刚小雨在念咒语吗？啊，打扰新世界。对啊，有新世界啊，全新的新世界。好好好。我想说，哎，谁要？你抓到我！我们有弹跟没弹一样。那胖大吗？超重。哦，谁最胖不知道咯。哎，好久没上去了。然后放完了，然后呢？整圈好像都放完了，我太准了，球球开始转了。哦，我们要抓这颗最大的球，是不是？好诶，好诶。关吧，关吧，谁在霓虹灯？哦，等下他是不是要爆开了？对啊。诶，我觉得我后退一点好了，后退一点好了。他是不是要炸开了？快了，我们要。忘抓他哦！我抓不过了，我抓不到。全新的人类要诞生了，全新的世界。哦，这眼睛下去了，我以为会上去，结果竟然是下去了。哦，哎，哦，哎，这个声光效果，哎，那个，请跳下来，谢谢，请跳下来，谢谢。我要跳下去啊！对。哦，真的吗？这边一个平台，好亮，真的哎，好亮，好亮，眼睛要瞎了，瞎了，变到封面图一点刺激。哦，好，哎，好，结束了哎。出口的图案，结果叫你们跳下来，我自己连下去。哈哈哈哈哈！没有，阿纪你站这里，刚刚那个光从你那个脸打下去，超恐怖了，从下面打你脸。哈哈哈哈哈！阿纪的脸超恐怖。哦，出口在你的脚下哦，出口在脚下，我们站在盖子上哦。啊哦，我刚刚是在演讲。结束了，啊不，有点短，对，有点短，可是还蛮好玩的，东西蛮新奇的，对啊，那个电风扇如果有更多跑道，应该很不错，对啊，酷哎，还蛮有趣的，酷耶，好胜，接下来这个，喵喵喵，下一关，这一关就是工作坊找的了，哦，嗯，老实说，其实工作坊有很多很棒的地图，但是就是很多版权攻击，就唉啊，我是直接没关系，我们可以音乐都关掉，应该没事。我们之后就大家就把音乐全关，我们就可以。如果音乐全关的话，应该没关系吧？还是会有差，除非它画面也有版权。主要是音效啦，音效有蜜蜂哎，但是把它关了没关系。哇，好可爱哦！哦，我觉得很恐怖。哎，我点一下左边，我已经看到。哦，等一下，哦，就很帅，哇哦！大战，蜜蜂大战哥吉拉，那个是剧透，剧透，剧透，哦，剧透，哎，旁边有，没有吧？哦，剧透，好剧透，我看那个剧透，哦，那数码宝贝吧？那边，看那边，看那边剧透，蜜蜂好酷，哎，他那个旁边蜜蜂一直在大。黑色的东西出来，我要把你丢下去。他旁边一直在打黑色，你对蜜蜂不敬。走，跟着小雨一起走吧。没有，我把他丢下去了。哦，这有点快，等下这有点快。我可以抓那个锤子吗？海盗船，哎，没抓到锤子。你抓我的头发，我摸不到，可以吗？可以去玩，你不可以去玩，我玩了一千，我是道姑啦，好像抓不起来，对啊，道人道姑，对，可以啊，我刚看到繁星被锤出去了，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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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发去哪里？我在哪里？我卡在哪里？哎，为什么没抓到？哎呦呦呦呦！真是，这个这有点恐怖。哎，我没抓到哎！你看到什么东西在那抖啊？我哦，这是繁星在抖。哈哈哈哈哈！在抖，在抖，在抖。哈？
哎，你小心在后面呢。你看到是谁？我杰瑞是。你看到是谁？鬼门拉被关了，很恐怖的。哇！掉啦！其实他最边边，他有的地方不会被锤中。哦。你。还有一个弧度。哎，这不能，不可能的。啊！下面有一个那个。到了。可是他感觉要被锤是有办法过去，是要把它晃上来，是不是？哎、欸，那他从平台跳两次，要当平台啊！哦，哎呦，要算好他平台的时间。我这太大，好难哦，有点失重的感觉。太快了！哦不，啾啾啾啾。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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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还在？完了，抓在上面了。误会了，误会了。完了，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哎哎，旁边的蜜蜂是酗酒吧？一直掉酒瓶。酗酒。你看左边那一边。哎、欸，好恐怖啊！大奶罐，嘿，什么大奶罐？我觉得大奶罐啊，大奶罐是什么啦？宝可梦啊，宝可梦啊，宝可梦那一只啊，牛奶坦克吗？对，牛奶坦克，就那只啊，第三道馆的噩梦。你自以前真的第三道馆真的是噩梦，补血超不爽，会补血又地狱滚动，我气死。四天王也是必备那只不是吗？没有，不是公认比第四天王还难拿的一只道馆吗？对呀。啊！你们跳，你们哦，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这个地板不太平哦，有只蜜蜂。哎呦，这个球有点危险。哦，啊，不行，怎么？什么？哇哇，你很狂哦！哇，你差车倒了怎么办？哦，我看过，我看过，我看过。蜘蛛人嘛，对不对？我要放哪只手？蜘蛛人嘛，对不对？我嘿，蜘蛛没抓到。嗯。哎呦呦呦呦，懂又懂又懂。怎么锤上来？抬一下，哎，他也是锤一下，可以锤上去。哎呀呼！要再早一点，彼得。阿姑啊！谁打进去？空中转圈一圈半。哦，这个时机就算了。哎，懂啊！我没被踩到。嗯。啊，上去。哦，知道怎么抓时间了。有了，有了，有了，真的。插队大妈。太笑！我是短啊，没踩到。没踩到。跳起来。仙姑。等一下，有咸狗手在摸我，咸狗手，抓住他的脚脚。好的，有看过狗咬吕洞宾啊？我压制住这只狗狗啊！何明吗？下去吧，狗咬吕洞宾。哎呀！不行啊！哎呦，我们不可以这样，走，我们跳过去。你的衣服下面有写字哎，有写个仙呐，有个罪。罪！哈哈哈哈哈！哎呦，终于飞出去了。他成为锤子的一部分，哇，保存哎，好厉害哦！这边吗？哎，前面有船。有巨兽，哪前面有船？哪边是前面？哦，前面有蜜蜂哎，这是蜜蜂呢。它的屁屁好刺哦，好可爱哦。有船呢，这船要干嘛？这装饰？我真的是抓装饰啊！我真是装饰呢。啊，为什么球会准备过来？啊，这么多球啊！这是蜂蜜吗？对，好像蜂蜜。我就是尿哎、欸。那是蜜蜂的尿是不是？男人呐。最近呀，哇，是要这样过？哈哈哈哈哈哈！过不去呢。直接拉下。杰瑞，你的头有撞到、欸？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要晃，要荡过去。真的是哎，荡过去。哎，不是不是不是，我怎么抓了？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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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耶！好厉害哦！
这是什么？踩下去会死吗？呼呼，哎，直接跳过去哦。你要问允月啊，叫甜甜看。允月，这个有吃看？对，甜甜看，甜甜看。这个是假的。嗯啊，这个是风暴爪，抓太可以了，很棒，很棒，这可以，很棒。哎、欸，我的天哪、啊，这可以这要抓吗？你小，可以玩它。不是，那个好像要滚球过去、欸，哎，滚过去。对啊，啊，我是不是啊？我是要下去了。哦哦哦哦哦。哦。啊啊！我下去了，白痴哦。啊，怎么是泡澡？看有人在泡澡，哎，蜂蜜鸡耶，好棒哦，感觉好吃哦。我要吃，我要吃。好啦，你继续在下面啦，来啦，来啦。哎，下面有洞会跑出去哦，小心哦。丢下去了，你还在这里。好像超级抱歉。这不是要跟着球一起下去的意思吗？真的。做泡澡。哎哎，不会死哦。不会啊。因为我抓着是会掉下去吗？哎、欸，没有没有，他没事，他没事。你看我没抓，他不会掉下去啊。可是我从下面掉下去、欸，哎，没有球了，没有球了，哦、就是那个啦，就是刚反过来、哦、球掉下来了，没有球，球来了，球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球来了。我说抓着球下来哦、喔，对，抓着球對對對啊，那怎么样？要去哪里啊？这边，这边有条，这边这么个条啊。我想说我没有往前走，就他跳。球下去，下不去，往前推，往前推，球下去，推，下去，扛到了，说小雨在认真看，我就默默把他推下去，这把弹球丢下去了，整个双脚丢下去，球来了，扛到了吗？哎、欸，小心，哎呀，直接穿模、欸，哎，直接穿模攻击，扛到人啊，好像扛到人真的。所以我们现在配他的音效吗？他的音乐是什么？不是吧？好像哪里怪怪的、欸。是别的吗？他不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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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会什么？哎呦，果冻吗？哦，果冻，可爱，果冻。不对，这不是果冻，果冻了，不是果冻。是同志、欸哦、那就是同志。我们是 Echo， 你就把他走了。你那个好荧光哦。哦，这个哦，就是那个事情的杯杯，对啊，要绑那个，这个我超不行。哎、欸，上面杯杯好荧光哦，我的天哪！杯子，杯子，这房子杯杯在里面滚，你在干嘛？你干嘛？有人在里面滚。好可爱哦！哎呦！等！你要桶子不是很多吗？啊、那个啦，玩具总动员的啦。哦、那個。我们那要那个。哎、欸、啊，小雨，我们一起来，你们好一锅哦！要跟你一样可以告他，可以告他们。哎，不是，啊，这里怎么这么多杯子啊？哎、欸，碰到刺就死了，碰到刺就死了。不碰到了，脚也不碰到。我直接把小雨变扯掉，他把杯子扯掉。哎、欸，杯子在路上、啊、怎么办？杯子在路上、啊，要中掉，要中掉！我来了！等一下了，好多次、哦，然后都卡在路上了。万一四个杯子在那边会怎么办？要有勇气让他们推下去。我们就从下面爬过去，晃过去了。有了！哦，杰瑞勇者要推到第一号杯子了。好了！哎，保存了，哦、出孙了。我的脑袋被贯穿欸，脑袋被贯穿，他直接穿过那个杯子的膜欸，穿过我的爸爸，一直穿用剑吗？两只吧，哎呦，盖子掉下去，脚踩到那个字也不行啊，对，就完全不能碰到。哟，我把盖子丢回去了，我把这个丢回去，我把这个丢回去，好像有两个人点回去了，是不是？
哎、欸，不对啊，这个挡在路上的刺是被安诺，哎呦，要挟我啊！哎、欸，啊，你的盖子没了，我还以为盖子没了，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厉害！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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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没事啊，你说没事吗？霸气王耶！我谁？我道姑呢？等一下，我被弄倒了！我来救你，我来救你！谢！我自戳倒了，操！嗷嗷嗷！我盖子那是，来，帮你把盖子丢回去。服务真周到，一道新盖服务，冲啊！掀起你一头盖来。哦，这个是要抓对面，要两个，要两个。要换过去吧，要换第二个灯。我、哦、这我知道，标题有，封面有，封面有。啊，剧透。我买这款游戏封面就有了。封面剧透。啾啾。盖子。啊！呀、啊，他怎么在乱转呀？他为什么现在是不是真的啦？等一下。哎，不是。你怎么下去？我刚才想说视野往后开一点，我就然后酒就摔下去。啊，不可以走到这个上面吗？你可以走走看。哎、欸，你在下面是可以啊，还这样爬。那你甩大力一点就可以。好，三勾肩搭背啊。在干嘛？你们在干嘛？哇！你们这个画面很不一样。跟谁讲？跟谁讲？跟谁讲？我直接这么头，直接薅人家头发。压头。那我跟彤彤讲哦。好。啊？那没事。所以我要去斩除妖孽了吗？哪一个才是妖孽？你讲清楚。哪一个？啊，决定哪一个太麻烦了，两个一起好了。还有，你看吧，我就说他外面还有一个。选择我全都要，太残忍了。看他外面还有一个，他想把我们两个解决了。行了，等回来了。哪一位？啪！哪位？哪一位？都这么客气啊、喔！团团不在就这么客气了。哎呀，这个好难荡。这荡过去吗？哎，我感觉可以啊。等一下，为什么是荡圆形的？为什么是圆形的？滚起来！它密封的针应该要被抽的出来啊！被抽，你抽太重了。对啊，我来瞧一重瞧一次。瞧，可是他看起来是黄蜂啊，黄蜂不会那个。哦，对啊，我觉得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因为不是所有的蜂类都是针拔掉就死掉啊。嗯，对啊，对啊。就一般的小蜜蜂，它为什么？等一下，晃圆的，为什么我晃圆的？那你是抓一只手而已吧？你是顺的还是逆的？哎呦啊！嗯，现在换抓另外一只手，会不会把他现在是逆的，代表他后半年有点水逆，对不对？水逆啊，水逆，对。感谢团大师讲解，对，感谢团大师。不客气的啦，哎呦，好，看来真的不行了。这是不行！来来来，好好好，继续收。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哈哈哈哈哈！在干嘛？你们两个在干嘛呢？跳起来！跳起来！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也不对，陨月不能水逆，陨月水逆就等于我水逆，哎，对啊，你们两个是同一个星座的、啊，同星座呢，差一天而已。这样不行哎、欸！你的圈好大，你的圈很大圈哎、欸，你一个人你自己还转圈哎、欸？不是，我想。勾到了哦，好，勾到了，这样才好转的，这样才对，对呀、啊。哎呀，我想要抓影月啊，我想要抓影月啊，你想抓影月啊？嗯啊，哦，他镜头好亮哦，在这边等你们。哎、欸，他镜头配色，我放哪只手？右边啊！哈哈哈哈哈！哎呦，我踩上来了、欸，哎呦。哦，有了，勾到更高一点了。
哎呀，你不会飞！哎呀，哎，哎笑！哎呀，你想不会飞？把我的脚脚，等一下，看到那个在晃的脚脚。没有他，他就差一截，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我在想办法，我在想办法。哎笑，哎笑，哎笑。这样子，我怎么没有抓到？下去了。哎，抓我的脚，抓我的，在哪边？在家，在家，在家。哎，音乐我是你就说我看不到了，哎。我要低头。为什么你是直的荡啊？这样直接甩。我要低头。不是，为什么你有办法直的荡啊？可以啊，就一直前后而已。哦，快斜了，你也歪了哎、欸。转了，转了，开始转了。那喵还在避开的低头哎、欸，好可爱。我一直我每看过来一次，我就鞠躬一次。很乖的，很乖的猫。哇，有点难哎、欸。哎，你要抓高一点，它会它可以到脚。完了，它开始转圈就没救了。哎笑。它就坐在旁边。我觉得我会死翘翘。不会啦，没事啦，没事啦，太高了，我回来了，重新来过，你怎么站回来了？问你，哎呀，哎呀，啊，咦呀，哎呀，为什么？我太稳重了，太小，上来了，来了，上来了，我抓住你了，你还是放手吧，施主，勉强是不会有结果的，太勉强了，那个看就知道不可能了，你还是放手吧。嗯，回去了。阿静，你这张的光影把你打得好恐怖。对啊，你说谁恐怖？你没有，我说我。对不起。你怎样？他说你。你怎样？你怎样？我听错了。对不起，我说我自己哦。哎、欸，你不是吗？抱歉。哎，为什么？你先，嗯，发不是啊？发生什么事？我为什么？杰瑞是在偷吃吗？这边是要干嘛？直接荡过去吗？荡过来，荡过来，过来，一次荡过来。然后你可以抓他的墙，那个什么地板。哦，好。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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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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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低端不懂。人家这是站起来，站起来，高级玩家玩法，看到没有？有啦有啦，你有抓我啦，来哈基来，下一个，我也会下去，我觉得转圈圈比较好啦，转圈圈吗？对啊，自己甩上来，离心力。等下你会不会甩歪啊？嗯，哎呀。有机会哦，有机会哦，来，哎呦，有上来了，有，刚刚那个趴上来那个画面真的很像咒怨，哎，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你确定的，你开始了，等一下，看走，吓我一跳。不是我讲的，我觉得超好笑。你是不是要咒怨，然后把满心再吃下去？不是啊，你就一个眼睛这样看着很恐怖哦。你看我的眼睛，跳也跳不上啊。我不要，看着我的眼睛，太上面了。你看着我的眼睛，好看你眼睛怎么了？啊！看着他，看着他。干嘛啦？我也没讲话哦。没啊，我也没干嘛。你没干嘛？你压我头哎、欸！你是不是想要了？你是想要？我抓你的手。抓哪里？妈！我这个没有讲，我这个没讲。我发现这边比较精彩，看这边比较精彩。我的画面是你
们两个人把手伸到对方的裤子下面那边做混之后，没有，你知道那个就是危险，那种危险的刺激的感觉，彪彪，好恐怖哦！啊，不是，干嘛？哦，狗狗，哦，狗狗，好久没拉了，上次缺席，狗的大腿，对，上次缺席，现在上次我是宝宝，小雨好厉害，这样还自己爬起来，是不是？来学习如何自力更生，多夸一点，对，多夸一点，夸不得，夸不得。哎、欸，这个怎么、哦、这好像不能这样子的哎、欸？我可以啊，直的上来啊！我刚刚是直的、啊，可是你也可以旋转流派啊。刚刚旋转的可以转，对啊，都弹上来了。旋转可以站旁边，因为我刚直的会撞到脚脚。还是雨月，你要尝试直接抓他脚？这边啊！我想说尝试抓他脚，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是转晕的。我要尝试了，下去了。哇，要爬上去哦！我要天堂路哎！啊，失败就下去了呢。对啊，失败你就重来呢，从荡那个灯开始，真的，对啊，荡你的眼睛，不想不想啊！太腻了。那我梦游了，先爬吗？天堂路，好哦，可以下。天堂路，哇，这个。还笑，不是，不要抓球，要当瓜牛是不是？好，开火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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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前面的爬，前面的爬，用力爬，前面用力爬，用力爬，爬快点，用力爬，快点用力爬，用力爬，快点用力爬。哎呀，这个是什么？这个画面不行，我这个画面真的很不行。你们这边怎么那么精彩？看起来好不妙。这个画面很乱，画面很乱。我们真的可以拔哎、欸！我们僵尸。来吧。哈哈哈哈哈！越来越歪了。哈哈等下，我抓好了，我抓好了，我勾好了，勾好了。要先从对，要先从三眼，有了，雨月要到了。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出城了，出城了。我们继续爬，我们继续爬，看我们极限到哪里。继续爬。那你不能超车啦！哇，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超恐怖耶！你们是一只超级不协调的毛毛虫耶！人形蜈蚣啊！超歪的！他是被我推的吧？哎、欸，推一点吧，推一点吧，推一点。反过来再爬了。好，累。你们这有在读语吗？不是，才、欸、好远了，我们才一半而已耶。哎、欸，我们走了一半了，你要想哎、欸。哈哈哈哈哈！辛苦，真的很辛苦呢。原来已经开始了，什么天哪！哈哈哈哈哈！转一圈了，跳！完了！荡！完了。只放下右手，他们就下去了耶。哎、欸，对耶。你放下右手，你一个人可以得救。你们荡得了吗？好厉害，是可以啦，好像可以。大家一个摸爬上来，那我去楼梯那边了。小雨救我们！拜拜！有了！救人！你现在是头跟尾抓住，中间是荡在半空中。对，你们想听尖叫声吗？阿基你，只有阿基呀！等一下，嘿，这个毛毛虫好坚强哦！好了，回来了。哎，我们都快到了，好可惜哦。
对啊，差一点。我可以再来一次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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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爬法真的很奇怪，好笑呀！棉花那边完全是守门人，你知道吗？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放手会出事，但是不放手又很当路障。要去哪里啊？啊好了，我转过来。是抓着锤子过去吗？是吗？你是骑到我头上了吗？锤子要去哪里啊？右脚跨过去就好像就可以到右边那边有个。还是爬去底下有洞、欸。有起来。我看底下那个有锤子、啊。我把耗子举起来、欸，好像举不起来，太重了。因为底下有洞。哦。你说这里的吗？这边的谷底下有，可是那个锤子是要到哦，到蜜蜂上是不是？哦，上面是哦哦，杰瑞那里哦，杰瑞那吗？对，好像是。呀，可是你那个洞下去就下去了你，下面吗？就是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啦。它是锤子的那个锥子的洞的那个走，锤子，哦，会不会是这一根啊？这根横的呢？等一下，你看看那边，看我这个方向，它那边有个箭头呢。哪里有箭头？看那个，它蜜蜂身上、欸、对耶，哦，所以这是要靠，这要靠锤子爬那个上去哦。就是这根横的要甩过去，这也太快了吧？哦、不会啊，我觉得好快哦。哎呦，下来了。他自己也知道这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走，在他身上做一个箭头，也太好笑了。箭头可以显眼一点吗？改红色啊？你看那个超不显眼的箭头。其实可以走这里耶。不能走，没有后面这边就可以走了。后面它有个停顿的位置。对对对对对。所以不是我这里啊、哦。嗯。应该也可以吧。应该是你们应该也可以。应该是团团那边是比较正常。哦。哦。这不行，从这个蜜蜂身上。难捉。感觉是不是要 congratulation？ Congratulation。等你们过来。哎呦，一起过来！太保密！哎呦喂呀、啊！哎呦，你的腰怎么了？刚刚肚子上有一只猫咪压着，然后猫咪下去。你感觉很幸福哎、欸！哦，好下去。这里，哎，抓手五岁是。把你放、啊。等下这怎么？我去！哦。不是吗？这里会滑呢。要不要？等下这怎么转？他会被甩出去呢。嗯。喂、嗯？你是说那个锤子吗？那锤子我是前面先抓着啦，然后甩到底的时候再放。哦，直接甩到上面去。哎，没有，就是甩到另一边的时候，然后呢，他准备会不是会有个缓冲要甩回去。哦。然后呢，就是抓时机跳上去抓那个。蜜蜂的那个阿爸神，我现在最近都一直在讲蜜蜂跟蜂蜜，我都很怕讲错、嗯，然后都会吃一下。哎、欸，你会做蜜蜂蛋糕吗？你会做？对啊，我觉得有点难呢、欸，可能没办法呢、欸，就可能会看起来像百变怪。百变怪，是完全无法成。会滑。被怎么抓不住？抓不住啊！小雨的屁股太翘了。谢谢咯。这里抓不住。哎，坐着。这里不用抓耶、欸，手会滑下来，还能抓到这边来。哎，抓不住。你不是很重吗、啊？你很重啊！等一下啦。你已经烧瞎了。烧瞎了，我要来喝火汤了。哎，上不去，这里走中间有一段是滑的。我该放左手还是放右手？抓过去的。哦，知道了，你借我踩一下。好，等我先。你踩一下。来，你先来。哎，等，扭了，我怎么扭了？我怎么软下去？你怎么那么软？哦哦，抱歉，我怎么突然之间瘦了？啊，怎么是？招有没有招啊？哎，招屁股，上去了。
下面还有谁？下面还有只蜜蜂。我太远了，我太远了，我再来一次，我再来一次。等一下，你不要走啊！蜜蜂下去。不行啊，我太下面了，我太下面了。我们距离真的有点远。人桥嘛，我看看，我看看，来，抓住你的脚。杰瑞，不要。好，我不要。我放弃我大胆的想法。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旁边救人。好，走过来点。哎，笑。抓住好腰，好，再放掉这只。哎呦，下面直接走上去，这黑色可以走。在上面了，在上面了。黑色可以直接走上去。好，哪一只？剩下猫咪。猫咪快不行了。猫咪抓不到。哎，可以对啊，就这边都看不到啊！刚鸡屁股忍不住了，就对，好像在熏头的感觉，我快笑死了！哎呦，他看不到也好啊！哎呀，笑死！你笑啥？啊，等一下，再一次，可以这样看啊，这样这边看得到。哎、欸，不是啦！你在干嘛？没有了，我刚刚按错。你到底想干嘛？想干嘛？想干嘛？这是什么？啊！我啊！再来！那好像在从我屁股拔什么东西出来的感觉，是不是听起来感觉不妙啊？我你们两个不要，你不要啊，狗狗！哇，两边的画面都蛮不妙的耶！我看得少，这边是救援小队，这不能，只能就这样子啊！完了，我是不是在缝里呀？两边下去了啊！牙牙反怪，人都把人推下来了，驾驾！这玩意儿乱动是不是？什么叫做帮你？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我没听到。看准了再放。哇哇哇！你小心差一点点撞到了。碰到烤鸡的头。哦。哇！你给我抓了头，听到口一声。哦。摔跤。好恐怖哦！啊，所以蜜蜂蛋糕好吃吗？蜜蜂蛋糕可能要问小雨吧。你要看你放了多少蜜蜂，对吧？哎，小雨，如果真的有越好吃吗？真的有蜜蜂蛋糕，你敢吃吗？虫哎，对啊，我是不敢啊，我觉得好恐怖哦。通常是吃它的蛹吧？对啊，啊，就是你知道为求 original， 就是全部一起啊。嗯，太恐怖了吧？可是其实听说那个好像几乎你吃起来只有蜂蜜的味道，就是脆脆的。为什么？蛋糕已经，哈哈，原来你忍不住了。请问你去干嘛？我是抓鬼呀！我都觉得很到烧香了。你知道刚好刚刚团团刚好在 cue 你，就在想说奇怪怎么没有回应，我就装水了，超远的，你指向另外一个方向，你会发现的，超好笑，超远。是你想，如果蜜蜂蛋糕塞进去，它只是一个高蛋白的军粮而已。对啊，那对啊。抓住，抓住，抓住！来，抓金鱼，金鱼！我要怎么抓？没办法吃就对了。哎，我抓到了！抓到！哎，好稳！你放错手！你放错手了！还没抓到！有吗？没抓到！好，你抓到了，然后另外一只手要放掉。对，有！上！
到黑色就可以放掉往上走了。你不要，走了走了，不可以坏坏。救援成功了，耶耶耶！在嘞，嘿，应该在往下前走吧？感觉要 congratulation， 哎，不要把我射出去吧？对，我觉得应该是，哦，哦不，哦不，不妙。哦哦，他们在这里耶，跑在这里哦。下面是什么？他没有帮我们射大炮射出来，哎，傻哎，就直接传送过来了。啊啊啊！他最后不行，我有点失望。可是这个好像加有点酷，你就像战斗暴龙兽嘛，好吧？对啊，蛮像的。不是，去看一下能不能爬。机械暴龙，对对对对对，能爬。这能抓吗？可以啊，这有点高。这个字，这个字抓得到吗？抓不到，字有点难。你是说暴龙的字还是上面的字？我们字不行哎，它倾斜的哎，倾斜不好爬算。好了，这一张地图应该就这样了吧？没错，一样半小，差不多下一张。呼啦！回到大兵，我就觉得跳过好了，我也跳过，不长不哎、欸，我们怎么是在这边？哇哦，我们被丢弃了，我们被丢掉了，我们在空中哎、欸，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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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什么是这一张这张大兵啊？啊，我下去了，哎、欸欸、死掉还是在这里？欸、对啊，从哪里掉了？哇、wow, ，你是间谍，你是内鬼。我是鬼、欸，真的是鬼哎、欸、，bug 了。对啊 ，bug 了。啊，为什么你可以进？好恐怖，我这颗头。哎呦呦，进来了。哎哎哎，嗨！哎嗨，内鬼。哎、欸，你们远一点看我，我这一颗头回。对啊，超滑稽的，就一颗头在上面啊？为什么？快到小雨下面了，小雨，看我。哎、欸，我看到你了。泡温泉。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我在桌子里面。你要是错位，对，我也觉得应该是错。有些东西感觉这边有东西。哎、欸，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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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那个模组错位。这边可以进来。这边有，有，有，进来，进来。哦，对啦，他进去吗？他偏。为什么我们的手放不下来？这边有什么东西挡着我们啊？我们的手怎么了？应该是显啊，这边才是显示出问题，因为我这边看你什么东西都没有。这边才是墙壁。那你有看到我的手在干嘛吗？哎，我们全部手可以围成一圈，就那种。大厅，你在很好奇大厅。那种比赛前的喊话还有没有？圣诞的那个大厅。哦，那应该说就是有显示出问题了。哦。重新，就直接开始啊，直接下一关啊。嗯，你哦，斧头，你说这强斧头，他是斧头，你不要把斧头蹭人家脸呐！这个要砍树吗？用手，这个要这边砍树啦。你砍错了，过来啦！对颗啦，要大颗的这颗啦，这颗啦！好，砍火机，砍错了，砍错了，不是白花木，我们是要杉木。哦哦哦，倒了，倒了，下去吧，熊猫蛋糕。哇！下去，好像石头可以直接跳，好像可以直接跳，啊，下去，可以。他什么声音？猫语吗？猫是猫语，去悬崖的声音。猫语，恭喜小雨会解读。来这里是我尴尬的位置。哎呦！哎呦！太小，好，
阿豆下去了。阿豆，阿豆，豆，太小。我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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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鸡屁股，抓鸡屁股。哎呦，鸡翅膀歪了，鸡翅膀好了。太小。我好像吃鸡翅膀哦。哦，我前天有叫到有一家的那个烧烤的鸡翅膀，超好吃的。哇，这好麻烦哦，一直有骨头。放开我！不是因为鸡翅膀，你就是就是要啃骨头啊。两只手不是把骨头抽出来就好了吗？对啊，没有，它是整个就是二节翅、三节翅那种吗？三节翅。哦，如果有人是把那个整个鸡翅放嘴巴里面，然后骨头拉出来那样。对啊，有也有，就是二节翅啊。二节的就可以，三节就不太行。我是最近都在传统市场买生鸡肉，自己腌去气炸锅，不是自己炸一炸，已经吃腻了。哦，气炸锅真的看你，我看你用的真的是很有心得，好想要有一台哦。对，被土地圈买了。你哪次可以？我们该集资买一台了。没有吗？等那个可以啊。几月？几月？哎，十月啦，十月，十月。就那个卷下来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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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很被你弄到就是。催眠到真的是很想买一被弄到天哪！我现在可以那个去油哎、欸，就是你如果有一些东西太油，拿进去里面弄一弄的话，就可以帮你去油。可是它不是，其实还是油那个油烟都会在里面会伸出来吗？我记得有看那个、啊，它其实比较偏向烤箱原理。对啊，烤箱。哦。所以烤箱能做，它都能做。啊，这个是要去哪？这个是有钩子啊，还是说那根荡得到吗？对啊，那很远，这根荡不到吧？这有钩子吧？还是我们要去后面房子后面看看有什么？嗯，他自己在爬啦，找个钩子，要爬上去吗？我不知道他在爬屋。哎妈！我想说室内有没有室内可以走啊？对啊，看门吗？哎、欸，过来这里的，这门可以开吗？有有。你是干嘛的？不能动。觉得是不是这门可能进去房屋里面这里会打开的门？我觉得我上来了，但是。有路啦，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上来这边是正确的。看一下啊，会不会是这后面这边吧？没有啊，这边有路上去啊，我看过了。有啦有啦，我看到路了。有吗？这边抓得到吗？抓不到。哦，所以是走这里呢？那边先过去拿东西吧。有屋檐呢？屋檐上屋檐上去吗？哎、欸，那能爬哦。对啊，这边可以直接上来啊，这边可以直接上來。所以是先走右边那个灯笼，那个是后面的事。对对对。哦。先走旁边，然后爬屋檐上来。嗯。硬的家怎么那么麻烦啊？哦，有拿到一根拐杖糖，这个这个哦，有拐杖糖，对对对，所以可以去那边就位了。没有，那个不是拐杖糖，那是沙威玛的东西。哦、等一下，我卡住，我下去。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手，你放手。放手。放掉了，放掉了。哎呀。你跟一个掉在悬崖的人跟他说放手，合理合理，你就有醒思节。哇，那根是挂在那里的，是不是？我看到那个棍是挂在很尴尬的位置。对耶。完了，应该可以了，应该可以荡一下把狗推下来。哎呀不要 ，Go， 快点抓！有有有有有。哦。把它撑起来。钩应该是要送到上面桥那边。对，应该勾那个吧，树枝，对，勾树枝，对，举起来，把树钩伸送上去，这很重哎，举不起。还是你要走楼梯过来，用平，我很重，然后你举，轻松举起来，很重哎，重哎，昨天举重应该找你来的哦。这个是不是重？我举不起来。有了，你挂了。你说班上的女生那个吗？哦，这个我拿不起来啊！打手，哦，这个好重哦，很重哎！哇，能碰得到？歪了，你缓了，你啊哇，缓了缓了！哎呦喂啊！你干什么？你勾我？直接你这，你把我套起来！我的天！哇，直接被套牢呢！嗯，桥勾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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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了！哎呀！你往旁边一点，你往旁边。这个才是真正的套牢。啊！你吃醋了、哦？来啦！哈哈哈哈哈！这样才叫套牢吗？来啦！哦，来来来来！没揍！哎呦！起来啦！完了完了完了！脚都上去是了，我要再上去了，要再上去，要留一些人在上面哦，钩子哦。我都要重置上去了吧？
喜欢。哦，小雨小心哦。啊，没有，只是举手。我想说他要发功喽，伸懒腰。哦，啦啦。哎呀，你太恐怖了。好了。吓死！很凶。来了，回来了。太凶。上去。有了，有了，有了。刚刚笑到伤心啊，喉咙都觉得好痒啊！我要开始买喉糖了。嗯、每次玩这个都会这样子。需要我推荐吗？好啊。这里哦，这里哦，要落去啊喽！哎呦，哎呦，哎呦！哎，很重的，你要不要下去搬？很重的人。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然后那你这个很重，我拿不起来。這個、很重哇，好重哦、喔，重哦、喔，哇，好像真的拿不起来。是在装，是在装，真的拿不起来了。睡下去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你是不是在装啊？你是在装啊？拖上去。就知道跳对不对？换一下，换一下。上面有人在预配吗？有有。哈哈，你知道我们两个很努力在调视野，才能看到你们的视角。哎、欸。嗨、欸。哇！飞进去，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準備了你也可以开始唱这狮子王的歌。三，你只是跳下去，一二三扔去，杀人凶手啊！杀人凶手，杀人凶手。嗯，我在光遇学到的，下去吧，小王八蛋。下去吧。一二三，直接往下扔。哎呦喂！感觉钩子好像蛮稳了，应该可以了，还行啊，可以了，可以了。哎呦，我有，我有，我有。你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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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看什么？小姐怎么了？没事，没事。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小姐在拉客啊！你还是下去吧，你还是下去。不要，不要。走吧，下去吧。要。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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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哎，哎，下去吧，不要，不要，坐下去，不要，坐下去啊，不要，喂，哦，怪怪的哦。怪怪的，有人直接下去了哦。今天不是我生日啊，好远哦。对，那个是蛮远的，没有蛮近。我的眼睛也太恐怖了，你现在知道吗？你现在发现吗？加油，加油！加油！斜的，加油！这是烤鸡想干什么？烤鸡想干什么？有了！耶！哦，哇，一下就来了！屁股坐上去，放开我！哇哦！拉车时间，加价！一拉罗东，一拉罗东，坐坐坐坐坐坐，那你一个人可以拉动我们全部人哦。哇塞！你看，这、就是轮子的原理。停车啊，就是这样。啊，我是往哪里走啊？侧面吧，侧面吧，那有个灯笼。哦，那边有个灯笼旁边。你哦，这里啊。那边，往右边走。他走石头。要喷屋檐了，是不是？嗯。要上去是不是？吃饱饭就可以上去。哎呦！我觉得没有这么出来、欸，对啊，过来，车子要在右边吧，就是当一个中继站，推回来一点，推回来一点。
熊猫团团松手。倒车，倒车，倒车。啊！哔哔哔哔哔。倒车，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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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要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我要去屋檐呢。其实下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推送，好像也就也可以吼。也可以。哦，我们就不用荡了，你知道？真的，我们需要一个车夫。好啊，好啊，好啊。车夫在前前进好了。哎。当大摆。好，等你们走。哎哎哎！救救烤鸡啊！喂！救救烤鸡啊！没人要理烤鸡。会转弯吗？那可可以啊！我抓鸡，我抓鸡，我抓鸡了，抓鸡了，抓抓抓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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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明就不知道我们要挡的，哎、我们完全在等车。这多人的福利。那里有一艘船呢、欸。咦，不是要过台？可以上车，我可以。划船呐、啊，要过去对面。我们那后面 <Okay. S 1> 后面有一艘船，等下可能要坐船过去。我们大家一起坐船。小雨不搭车吗？哦、天哪，坐船。哦，出船了。哇哇哇！坐车，坐车。这感觉很难欸，这个也觉得，而且他的这个桨不是在固定好的，是你还要自己手拿欸，好麻烦。对，我要坐最前面，铁达尼号。这个东西，那你要后面有人扶你？没有。哦，你说之前那一次的那个船，上次开船是在这里开的，我在外面这里。没错，有人挂在船头上。然后退，我试看看能不能这样开。好的。你要不要先挂？要不要先推啊？推，就是上面那个人要先下来一下。铁达尼啊！铁达尼，你可以一直跳好了，如果你不下来的话。对，真的是你的重量。哎呀，团团呐！哎，前面两个要不要先站直接？来啊！别拉，别拉！这我们是船的引擎，我们是船的引擎。上船哦！真水了啦！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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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要滑，我要滑，你想上不去了啊！跳了，跳！我要变海狗了，海狗，海狗！路亚，捡一捡一！路亚，你怎么掉了？路亚，不关我的事！啊，脚掉了！啊，怎么？啊！怎么逆游了？我啊！怎么游回来了？你游回来了！上岸了！上岸了！上岸了！怎么进不去了？怎么？我要回去了！我快求了！我要上船！我刚以为我在拉团团，结果团团在说：“嗯，我怎么在拉船？”啊！那你不上船吗？我记得他在手上。我记得我们当时不是抓着船然后一直跳吗？抓着船跳，对吧？抓吧，抓吧！哎，怎么就一根呐？抓了，因为一根下去了。你确定不抓吗？会掉团。没事。好，给他掉，给他掉。给他掉，翻船，掉。急流泛舟，急流泛舟。团团，我会怀念你的，团团。团团，拜。舟的那个哦，船夫不是船姐，这有一姐这水。对啊。下去。那个瀑布。下去。下去，我们是重量倾斜一边的啊！下去，大家都跑我这边，什么下去？哎，我的爸爸，哎，等下我的船桨嘞，嗯，你的船桨，你什么时候自己莫名其妙就抓着船，然后船桨就掉了？嗯，好了，快到岸了，快到岸了。哇，这游戏不需要船桨啊！我们是用人的阿公哎，什么鬼？每次都是抓着船跳，然后哪一次用船桨？对啊，干嘛？坐，你这妖孽干什么？什么？你才妖孽！你是狗狗人啊！狗狗人，狗狗人，等一下上岸了！上岸了！哎呦，哎呦！小套房，我是不是踩着熊猫跟狗狗跳上来了？没错！扣扣扣！扣扣扣！哎，你订的麦当劳来了啦！麦当劳欢乐哦！好想吃哦！FBI， 没有，你的蜜蜂蛋糕来了。FBI， 你有，蜜蜂蛋糕，蜜蜂蛋糕，闯入了啦，有四重民宅啊！
没有，我听闻您的宅章中好像有幽灵在作祟啊，我来帮您去除。幽灵作祟，幽灵。我觉得你刚进来就蛮像的。我觉得看来看去你比较像哎、欸，我来帮你去除一下。去除完这房子就我的了。直接把屋主给去除掉。对呀、啊，直接把屋主去除子。哎呦，不是，要这边才能开，他另外一边开不了。你把它干嘛 ？You open the box. I can, you can, I can. 这是不是要放的啊？应该是吧？不知道怎么上去。它有很多箱木箱，应该是垫高一点，让我们可以用荡的嘛。对，哎、欸，木箱来哦，很重的，很重的，来。哦哟，哎，铁针可以。那个不要再装了。我上去，那个不要再装了。这个也可以耶。啊、哦！我怎么手在胯下？等一下，铁针这样撸过来的。哈哈哈！坐在哇哇，这里比较有力是？哇塞！有方便图的，糖糖快接。开机了，开机了。啊，翻回来了。好烦！那是要先去杰瑞那边啊。哪里啊？没有箱子，那边箱子拉上来了。那边只对，那边还有箱子。啊，来了，这边还有两个箱子哎。等一下，好，我在上面。好了，他地上勾得到吗？过啦！不够，过啦！不够，不够，不够。调整一下，来，把箱子调好一点。好。啊啊啊！等一下，这个好麻烦。那一根一根慢慢，他自己那边拉过去一点好了。好，是，好，耶，放平的。啊，好，他们说还有其他箱子，等其他箱子吧。哦，对，还有两个箱。哦，另外那个还要当灯呢，哦，好麻烦。哎，老师啊，抓大吗？我一下你要抓我，上啊，放心，上啊，好。等一下急着上去了，爸爸我要飞飞，爸爸我要飞飞，掉下来了，你们就变跷跷板了、啊。不行，这是个压住啊，这箱子会晃啊，这个压住啊。哦，小雨，我拿到了，拿到了吗？嗯，等我一下哦，等一下哦。这板子怪怪的。二熊，后那个箱子比较大哎、欸。哦，等一下，拿那个来了，还有新的箱子，对，还有一个小的。就是板子不要了，大木箱。我想，我板子可以放斜的坡道还是什么？对啊，把它架成坡道，箱子就可以往上推了。跷跷板。哦，你是说把它架成坡道，然后把箱子移到上面？上对啊，对啊，这样比较好推吧？应该那是给单人设计的啦。嗯，这好难，这个板子，对不对？感觉铁真是来架木板的，对啊。啊，就是压在木板上面的啊！先把这移开。咬你在干嘛？咬你？怪怪的啦，等等，怪怪的，怪怪的，哪一个咬你？好了，可以了。可以，不，铁针，OK，上面好了，好了吗？我要上去了啊！铁针现在 OK 了，现在是真铁，可以，真铁倒过来是不是？来，好 ，nice。哎，上上去，还要再高一点吧？这边还有啊，这样，高一点，铁子要压一下。可是这两个箱子这样叠起来，其实站在上面很不稳。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大的箱子，不然就这两个放平啊，然后大的再压在他们上面。对啊。哦，可以。对啊。杰瑞，结果有。啊，板子抽走好了。等一下。你就很定得吗？我怕把乔宇顶出去。就是，哎呀，好，可以，动啊！对啊，那个箱子超重。嗯，那小雨来啊！谢喽。哎呦！我们这三塌。那这真的很重哎、欸。好，我抓住一个箱子了。很重哎、欸！哇！
等一下，等一下，固定好箱子啊！等一下，等一下，哎、欸，从下面抬起。我们在努力的抬。哎，抬抬，哪抬妹？这箱子我固定住了，它不会动啊。好、啊，走。然后去右边、哎，我去另外一边。过高，过高，另外一边要卡住，另外一边要固定才行。哎，另外一边箱子把它抓住才行。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样子啊。哦，对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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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嫩 Q 哦！可以可以，呀，都，你也好嫩 Q 啊！好嫩 Q 哦！哎，还有呀，侧面不力，支撑力不够。我要从侧面上，狗狗，哎呀，狗狗，你说我们全村的希望了，狗狗，有全村的希望，阿咪狗村的希望，阿咪狗狗，阿咪狗狗。加油！阿姨在摇，拿你的头，用你的头，低头，头低低低，低下来，用你低头。哎呀，装箱子，装箱子。好好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做一次。啊！哎，低头。低头。哎呀！喂！哇，这。好抓吗链子？就等一下。好抓！哎！踩人家脸，好抓！直接踩人家脸上。飞走了！换一个啦！换一个啦！换一个！飞走，倒是飞走了。耶！我要飞飞。想入非非。蜜蜂想飞。跳！哦，有有有有有有。晃一下，晃一下。哎呀，变落水狗了。对啊，你就这样泡在水里耶。泡水狗。喂。再大一点。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来试。可以。哦耶！哟，掉水了。哎。哎，有吗？哎，我卡住了。你抓得到吗？前面要气烧船哎、欸，又要开船了，哎小，有吗？我有抓到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抓到。这船是不是要拉回来一点？快点，小雨，快点，等一下，哎对耶，应该是要拉回来。等一下，怎么变这样？拉到喵，好了，那我抓到喵哈了。这我什么都没抓，我想说下去就行，下去就行。我原来独挡了哦。我想说下去就可以了。我在木下右上啊。哎哎、欸！我去我去！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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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了。
啊，不是链子，链子不是没拉吗？链子我拉掉了，链子我拉掉了。这是什么鬼？这是什么？你们在说什么画面？好好奇哦。这个船船竟然在动哎！为什么是反过来的？它翻不回去啊！啊，团团在下面闹呢！哎，水鬼，你松开你的手。不是我把水鬼，水鬼，你松开你的手。你先松开你的手，他应该就会那个了。你放开船，你放开船，放开他。被潜水艇的啦。对啊，不是潜水艇啊！不见了，穿越不见了。我有看到头了，船啦，这穿不下了。要跑，哎，他再往左边就要下去。你是水怪，你是水怪，好笑。你是水怪，你是水怪。我把他推下去，我把他推下去。好好好，推下去，把他推下去。嗯，地理。快下去！没下去！哦哦哦！船回来了，就船没重生。哦，有啊，有那么远的？哇塞！这是我跳石头也跳不到吧？跳不到石头，哎都，这个怎么办呢？好呀，怎么那个 bug 嘞？我还在丢一下，丢一下的。喂，这个越来越远了，哎都。为什么？不行呢，完了。完蛋了。我是看到彩鹿村堂点了，我看是啊。好。耶！神之塔。来一下，分配一下重量，分配一下重量。哇哇哇！嗯，谁比较重知道喽？回来，这个不是先拉铁链把它拉回来一点吗？各位，回来回来回来一点，顺便不把哈基先拉回来一点吗？六点掉哈基，我站这边就好，站这边重量比较好，平均。往他往那边飘，而且他那个拉不起来，拉不起来，拉不起来。对，链子拉不起来。船上那个链子拉不起来。我跳回去，我跳回去。有有有有，下一个上，往前走，往前走。滚！我觉得要两个人过去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我太不行。我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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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我走，我走。你这容不下我，我走。这里只容得下季跟团团的爱的小船。哇！真做两个，第三个人就会沉了。有一个掉了，水怪怎么跳河？跳河，我可以拉一下你的铁链吧？对，他只能坐两个人，他就三个，他这是 CP 船吧？要修哦，你就可以划那个桨，在一起，在一起，他应该要坐那个踩的小鸭鸭。对啊，怎么会是这个？等下我觉得两个人也怪怪的啦，只有一个人，好，好糟糕。你们两，抓这个，抓这个，抓这个，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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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啊！友情的小船翻了，翻了，翻了。友谊的小啊，我掉下去。我也是没说掉哎。问他翻，小岛太小了。所以这个是天选之人船哦，一个人，一个人的船，一个人的船，一个人的船。嗯，拜拜。去吧，拜拜，拜了，再见了，杰瑞。去吧，去吧，再会，再见了。你怎么是王？你怎么回来了？你是那个太祖跟王的那个吗？欢迎回国。啊，拜拜，拜拜，好辛苦，出航了。拜，他这边铁链勾住了。哈哈哈哈哈！铁链都还勾着了，铁链没有掉下去，铁链甩掉。把它丢下去，把它丢下去。有。再见再见，路上小心。哦，我不会回来了，我不会回来了，我回不了家了。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可是根本没在动啊！我觉得你是你我你回错边了，你回错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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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边了。你是傲娇？哎，滑对了，我再回来喽！我屁屁往回滑。不要拦我，不要拉住我，不要！你要撞到了，怎么滑？你要不要放弃桨，抓着船用跳的？你抓着哦，我懂。对啊。他如果多给我们几艘船，我们都不一定会过。对啊，你好嗨哦！跳啊跳，跳啊跳，跳啊！什么下？怎么有那个有水鬼啦？别抓交替啦！我刚刚，我刚刚把这
丢下去了。我看你前面有故意偷抓呀，看小有没有反应，没反应我就丢了。我来不及哦，我被打成一团了。送这个，送这个。水鬼，水鬼，下去江湖术士，哈哈哈哈哈！杰瑞到岸了，要到了，哦，物变龙，哎呀，耶！等下我要整蛊了，我的手刚弯了，哦，整蛊了，我有机会想去试试看那个整蛊，你说卡那个很大声的东西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它就是有个很像弹环的东西，不是吗？对，很危险哎。对吧？没找没有到，就是真的很 OK 的，会很恐怖。对呀，要踏一下你的骨头就完了，就爆了。嗯，我比起那个，我比较想要那个，就是那种全身性的按摩比较好。哎，谢景月，刚好抓住那种全身性骨折的按摩。我是全身性骨折，也太恐怖了吧！我每天暴揍一顿而已啊。那你隔壁房的可能就可以帮你。什么？哎呦，哦，奇怪，烤鸡上不来。哎，是不是你们不用上来了啊？哦，你知道是有，这个开就好了，这是开铁门的吧？哦，还是把上面的灯掉下来的，我不知道，有吗？没有开吗？没有开啊，铁门没开。那这是干嘛？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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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对面的而已。有了有了有了，你要一直转。哇，这超重的，我的天啊！我靠，刺哦，恐怖哎！哎小，啊，烤鸡被戳穿了，串烧串烧，串烧串烧，啊，好痛！擦眼睛。哈记的眼睛被扎，这叫睁眼，睁眼睁眼。因为掉下来了，是不是啊？他为什么过不来啊？我在撑着他，他在撑着他的反击。哇！我在撑着他，哦，不得了啊！哦，哥，反击下来了没？啊！我要下去哦。对啊，下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可以转的，他可以继续转。放手，你应该就会。打下去了，好，我要跳了，我要跳了，跳，好，跳。靠，我不会跳了，等一下。哦，原来开那么高了，低头就好了吗？对啊。没看那个烤鸡，我切头，我要快拜拜。这叫卧，这叫卧推，对不对？卧推，卧推。艾总先跑了，水鬼。我是江湖术士啊，敢不敢闭着眼睛走啊？好啊，我已经闭眼睛了。啊，你都睁开眼睛，你骗人啊！哦，是砍刀直接死哦。对，砍刀直接回来。不是往外推哦，然后走前面都不见了。啊！哎，这个走一半其实都不觉得奇怪，我到底要被砍到了没？是啊，有点完全不知道哎，我完全就直直往前走。哎，他进抖音上没有看到，就是人蒙面，然后把水瓶往前推的那个。哦，有有有，我看到这个。对，就很像这个啊。改天找腾腾来玩。对，那你要用玻璃瓶，不要保特瓶哦。啊哦，这很恐怖哎！我那时候看到有人丢出去，连续四次被那个砸到保特瓶呢，我快笑死了。哎呀，哎呦，哦，哎呦，你要调训练班。哎呦，哎呦，哎呦，啊！哎，哎呦，啊，到了，到了，跳跳跳跳，还没有踩入存档点，现在还没有，刚刚就，哎，可是前面没有了，是不是结束了？对，哎，对，前面结束了，跳跳 ，You say jump, you say jump, oh good job, good job, 那我要往前走 ，jump jump jump, 我走到最后一格，但我走歪了。你走歪了， oh. 我在最后一格的旁边。是啊，You say jump, you say jump。哦，跟随我要看这根柱子。哇，前面是锤子了、哦。对啊，锤子碰到不会死。我靠，被我死了。哇啊！就像我现在一样。哎哎，消失。哇哇哇哇！停！哎，
喂喂呀喂停哎、欸、这是走一根锤子两根锤子两根锤子啊走到就不停下来了好像刚可以直接走出去啊、停哎我走啊啊啊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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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到你了，我抓到你了！哎、欸，你怎么没事？哎、嗯，哎、欸，剩下十分钟，靠我们三个人，加油！对，加油！冲啊！啊！我没在看你，别动了，别动了！哎，干什么？锤子那边感觉就比较麻烦哎、欸，差一点点，可恶，就掉回来了，什么东西？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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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啊！嗯，哎哎哎哎哎！哦耶！哦，跳过！哦啊！我们又卡那个画面了。耶，碎啦，穿模喽！我们又是穿模喽，在内鬼地图，但是其实是在那个。我们换一张地大厅就可以了吧？好。加载正常失败，好，要回首页了。对呀、啊，嘿、嗯，还有十分钟，那开关还是先加？提早还是都可以？就可以剩下想那个什么时间还没到的自己那个、啊。你说时速还没到、啊欸？有时间需要两小时的，可以讲一下哦，聊聊天什么的，对，聊聊天，talk，心灵沟通，深层沟通一下，好不好？嗯，全身沟通 ，doki doki， 那就这样啦 ，hello，hello， 右下木箱，烦死了，我明天的标题要打这个。啊、不是那个右下木箱真的让我笑到不能玩、欸、我就说那种最下意识讲出来的东西最好笑的好啦那个这边说一下就是我的脸然后今天是换药嘛然后他是说明天这个 OK 绷就可以拆下来，然后持续擦药。但是我今天就是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沾到太多水，想说怕那个烂掉，所以我把那个纱布就是提早拆开，就看到伤口比想象中还要长，就是我以为大概只切个四五公分了，三四公分而已，就它切到五六公分长，所以我缝了大概七针吧。就是间隔蛮近的那种缝，不是大面积的缝。所以怎么说？他说下礼拜一才拆线，那现在就是这几天就是持续擦药。你哼什么？对啊，就这样。那至于晚点，如果有开恐鬼症，我再开台啊；如果没开，没有玩的话，再看怎样。怎么办？这刀疤，而且我分享一下画面，我没有露脸呐、啊，我要给你们看，就是手术完之后我的脸有点惨，我不知道是因为开刀完之后那个肿起来还是怎样，就我的脸现在，然后我太早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妹妹，那个人家推那个胶布，超贵的他100多块钱，然后才那几片而已，所以我大概两三天要在那边花一次120这样子花，好贵哦。就是我买的那个是12路12片，就是这样子，然后它是这样子哦，一片。然后总共12个，然后他大概贴的伤口是，这是伤口对不对？然后他是
这个这一片就这样贴上去，然后我一次要贴大概30片，所以我每次换药就是要贴嘛，然后一下子120就没有了。人工皮不是，那个它叫什么美妆胶带啊？不，术后胶啊，免缝胶带，这个棉。然后缝这个这样写吗？免缝胶带，不是好黑，是真的很多人推荐用这个。然后我其实就是还没有拆线，我就在用了。然后他们是说这个要拆完线拆，我太急了，对吧？这没办法，这你爱美就没办法嘛。所以好恐怖哦。对啊，因为他其实他就是怕你伤口会裂开嘛，他就是把你这样子紧紧抓，他就这样子真的是抓很紧，我有感觉到抓很紧，但是我的脸太油了，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脱落了。那我的脸大概目前状况是，之前是这样啊，如果侧面的话，就是这边会肿一颗，其实蛮明显的，就大概这样子。这样子会很明显，如果我没有故意去出那个脸出力的话，然后出力的话会变成这样子。那现在就是下面这边消掉了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是伤口，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是他没有弄好还是怎样，他这边凸一块，这边凸一小块东西出来。所以我的脸是这样子，然后凸一块凹进去这样。我现在目前脸是这样子，我想说这边怎么会，好像就是掏空地基这样子，就是这边凹一小块，我就有点开始担心。我想说啊，没差啦，之后真的毁容的话，我再去整形好了。你拆线的时候，医院要可以多要一点，真的吗？你是说我礼拜一去拆线的时候，我可以多要一些胶布这样子吗？可是这真的不便宜耶，这可以跟医院要吗？现在换人工皮来不及吗？不是，我们那天有聊啊，人工皮它其实不适合用这个，人工皮它比较适用在那种局部大面积，然后烧烫伤那些吧。而且人工皮它，我怕它就是透气性不好啊，透气性不好，你伤口如果有水分，就会肿胀嘛。像比如说你这个是皮下组织好了，啊，如果你泡到水的话，不是你手在游泳还是去海边手久了，不是会发那个吗？就是会变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就开始伤口才会开始烂掉，帅是你们讲的啦，北七哦，再去打肉毒，那打那个不是会不会老了之后就很明显啊？我的脸就变成这样子了，然后就是这个会变成这样很明显，那个叫什么？怠惰，会变这样吗？我没有游泳啊，是洗澡的时候沾到，因为我昨天一整天没洗澡，就是今天要换药。我阿姨去整鼻子，李静良跟我阿姨说美容胶带要用3到6个月。对啊，就是这样要持续用半年，我很就担心。你看哦，我大概2-3天，如果120的话，120。10块乘以用3天的话，那一个月除以30，我一个月就要1200，然后1200再乘以6，这种除法很悲戚哦，6162720，一个月要7200，对吧？这样子我半年要7200，哎，还是就是
算了，直接拿去整了，整形了。没洗澡超不舒服，就很烦啊。就我这边的伤口，那时候就是包很大，可是我脸真的是超级油，我油到真的是我躺着都觉得我的脸有一层东西挡着，然后我就拿那个毛巾湿擦，就是先擦掉这些嘛。擦完之后就剩下这一部分，就还是很油，然后还是拿毛巾，就是尽量不要擦太用力，我怕把伤口用裂开。然后擦擦擦擦擦，好不容易才擦好。淡疤凝胶，淡疤凝胶要等那个等我手术之后，然后我去那个药局，他有说看我有没有黑色素沉淀，还是就一般的，然后就是会买不同的除疤凝胶，到时候再看吧。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热吧，热什么？你是说我脸上出油吗？没有，我冬天脸还是会很油哦。可以用吸油面纸，吸油面纸我一天就用完了，不是一天啊，我30分钟大概就快用完了。我试过咯，那种我也试过了。下次如果那些兔窝有聚会的话，你们有带吸油面纸可以让我脸上吸一下，这样子你印上去马上变成这样子。真的可以挤出油哦，我没骗你哦。好啦，十点啦，感谢各位啦。今天阿米狗玩的也很开心，因为最后的又下梦想，哈哈哈。就这样，然后昨天跟舌头秀秀跟言笑他们玩恐鬼阵，玩完才发现说，干，原来其实恐鬼阵好像就是怎么讲。熟了之后就变得不会说真的很难玩，反而说是小地图比较难玩，大地图比较简单，他们讲的。因为他们说小地图他们死亡率就是四个人几乎都会有一个人死掉，那大地图的话大概玩个五场才会可能有死一个人。看一下，没有人在，我哭啊，居然没有地带。然后应该是这个月吧，我会想办法把我的显卡跟记忆体提升，对啊，又是另外一笔钱了。比较开心的是，就是上个月中开始吧，就是订阅有稍微起来，但是观看时数就是有变高，然后。观看变高就是收益有变多嘛，所以有钱可以去提升电脑的记忆跟买个显卡，对吧？你显卡送修了，怎么了吗？你怎么了？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什么好消息？哦，说到这个竹子甜甜在吗？竹子甜甜。我知道诺音那边懂超级留言会比较舒服，我懂，因为这是男性基因的感觉。没有啦，我是觉得说你要抖就抖多一点。没有啦，没有，没事没事没事，我讲讲而已，就是不要太勉强自己哦、喔、我有看到你每次都有抖啊，就量力而为啦，不要负担太大。我的脸，我本来不想买那个啊，萤幕绘图板。啊，如果真的要买，我就是说想买，价位也是八九千的，啊，八九万的，那个等于可以组一台。3090的萤幕欸，可是我在想说我有必要用到那么好吗？因为我会想买那个原因是因为它就是很多真的是专业的人在买的萤幕绘图板。为什么它那么贵嘞？因为它是可以这样子用架子在那种画画的这种的，然
然后你就是手在上面这样子，这样它荧幕就真的这么大，那、啊、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画。后来我想想，我真的需要这么专业吗？因为那时候是几年前，我还没有我还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买绘图板吧，就很喜欢看人家用那个板子画画，然后就上面很多按钮功能都有。你有限制自己每个月抖内的金额？哦哦，没必要。你说我买这么大的吗？最主要也是因为有那种绘图板，你等于是有第三个荧幕啊。感谢木若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因为我一直没有买第三个绘图荧幕，就是我想说，我应该也会再买一个绘图板。荧幕绘图板，然后来当第三个画面来使用。欸，大概就这样吧，可能今年的目标吧，就是显卡提升，记忆体提升，再买这个。我想要提升显卡，主要是因为如果之后有，像我其实我动身完没问题，可是就是 OBS 上截取的动身我看起来会稍微有点卡，那再加上最近玩很多游戏都明显有觉得我效能都不能开到太大了，以前刚换的时候还可以，现在没办法。好啦，就这样咯，要走咯。好想体内抖内，但感觉那还很遥远。不会啦，时间很快就过了。安安你好，安安你好，你要开台了吗？你把体内听成体内抖内，体验抖内。哦哦哦，我刚下班，好，我再撑一下。来，我们再撑一下。哎、欸，靠要谁？感谢墨水的，可以再想一想啦。感谢墨水的超级留言。对啊，再想一下。我操！哦，难怪少了什么，没有歌啦。我想一下哦。哦，那我顺便测试一下好了，等我一下哦。我再试试看，好，这现在这是300多个人的福利，感谢谢郎。我重复的吗？等一下哦，我一直要找时间测，再一次测试，一直没有时间测试。那本来上礼拜六要测试，结果小雨刚好开歌回台，你想说啊，去听歌好了，不要开什么台，听歌。用一下哦，重新用一下。感谢，哦，是新会员哦，感谢新会员。等一下哦，我突然忘记怎么设定了。等我。有了。喂，有声音吗 ？Hello， 可以哈。今晚你有要开吗？开啥？哦，确定哎。您打字很大声，都完有哦，可以哈，应该不会断了吧？因为
那天其实就很明显嘛，我只要讲完话或是唱歌，尾音都会断掉，对吧？这个如果没问题，我应该不会再多设定什么，因为那个比较麻烦是巧克力那天在玩狼人杀的时候，之后私下有跟我说，我用这个麦，偶尔会有点那种爆爆的声音，可是他说准备要提的时候，觉得还好，可能就是讲话比较夸张还是。我知道你在啊，我知道啊。我刚不是说打字很大声，那、啊、你打出现我就不想理你，对吧？哎、欸，我抓鬼了，是不是？这里，靠腰有，我，啊，你找我是要问抓鬼？没有，我想玩抓鬼。谁啦？你不要分享我的直播，你叫他们来看我直播啦！操，对吧、啊？就这个。啊，那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这样啦。我也没有要唱歌啦。要不要唱什么？要唱什么？喂，这个好，这个二。还是同乡啊，像哪天要唱什么歌？我看一下，你有什么歌？哦、我本来是昨天的早上在弄东西的时候，哦，来唱个歌好，但是想说，哦，算了，每次都算了，这个讲话就会断，那就这个咯，所以刚刚那个会断，这个就不会啊，我知道了，白痴哦，等一下，我知道为什么了，应该要这样子，对不对？好，回音好大哦，不要，这样子，呀，应该这样子吧，因为刚刚教主有解确机段位的一集吗？没有哎、欸，因为我刚刚麦克风离太远。突然想问，会不会有点太硬核了？问啥？哦，没有，所以这样不会断了。不过就这样吧，还有十几分钟，比刚刚好。好啊，不然我去跟王抓鬼。哎、欸，我还开这台啊，想骂我对不对？想对我对不对？来啊，喂。怎样？我有说啊，他是台友也是。我有说去抓鬼好，你问聊天室，我有没有讲聊天室的？这个低能。哦，对啊，就很麻烦啊，我不知道怎么调啊。就那时候想要，所以我就说这个地我就设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来。哦，讲啊。喂。喂。有啦。哦。啊、等一下哦，我传一个东西给你。不用这个讲话嘞。肯定要不要用那个讲话。好，用这个了。给我个信号。哎、欸，我也要，给我宅点。这是哪一个？这是校卡，这是要花钱的。
太大众送我。哦，好吧。对啊，不给我这个。所以要抓鬼一场还是？喂，讲话有点乱，靠腰。喂，哎，哎，还有没有抓鬼？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抢。但是你可以不要用这个讲话。我要用这个说，给我个信号。靠背呀。我被熊，操！所以鸡巴声会断断的，这个声音会断。我就在玩，好烦哦！这怎么设定啦？哦哟，是我讲话太小声。我觉得你们会听得很，我还是换回来好了，这样子。Welcome back. Job's ready for you. 哎，房间呢？在开了，在开，在开。那么久。因为我电脑不够好，你要赞助我吗？哦，没有，我的电脑也不够好，好吗？叫说电脑不够好，我电脑也不够好啊，我也不好啊，我想换，好哦，对啊，很惨啊，我的电脑哦。惨是惨在之前才刚换新，玩剑灵就发现有点问题，跑不太动。哎、欸，今天任务好适合反省你哦。什么任务？什么任务？使用通灵盒获得鬼的回答。哦，对啊，哎、哦欸，我昨天跟他们玩，我通灵盒100%使用。哇、啊，好快了吧。可是跟菜刀他们玩就没有啊，因为那时候不会玩吧。可以 下次玩的时候踹踹看，我把你的台关掉。是啊，我开好了。哦，我进来了。就是小地图，不知道距离人有点远，要关灯。感觉我声音断断的。好，那我看。看来我不行了，所以那个声音。干嘛？没有，我以为你又快变生气了。我没有啊。太像、哦、给我们个信号，有个信号说繁星的那个语言没设好。没有没有，我说菜渣他们的，因为他就是在音频的设定那里面，如果你有就是、哦、他是用英文设定到的话，他其实会多一排多一行，他会写说你的电脑正确的设置了语音识别，嗯，他会多这一行字。好啊，那我对啊啊！我受不到了。他那个之前那个很麻烦，设定起来超麻烦的。给我们个信号。我觉得你声音不要那么 gay 掰吗？用你平常声音好不好？给我们个信号。没有，还要再 gay 掰一点。靠腰、哦。操你妈之类的、啊。我不会这样，你不要毁我的形象。啊，没有啊。准备准备，要不去厕所吗？谁？不，不，不，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好啦，等一下，我这边要关麦，然后用麦克风讲话，可以吗？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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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那我们这边都关吗？看，要看臭臭啊，他会怕。啊，他不是很勇，等级那么高都不会死哎、欸。他被我们带飞的好吗？我是被带飞的。喂，给我个信号。Hello， 我知道为什么。你的声音是正常还是鸡巴的声音？正常的。正常的。不好玩。啊，不好玩。那麦克风要调欸。黑人汤马。好啦，那我单独把麦克风换回一下。好。只回音单独。是吧？为什么？这个声音讲话超好笑。等一下哦，说唱歌？怎么有个叮叮当的感觉？哦，那个是我的闹钟。要唱歌了吗？左侧楼梯，等我一下哦。这间是什么？啊，我等我一下，我要重调。好。因为这个还是截取不到，这个好烦哦。慢慢来。好了，弄好了、欸，弄好了。我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干嘛？他把我们生活刀都只剩一根，没差、啊。没差、啊。没关系啊，都这样子啊，没关系啊。就是啊，还好没任务。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他应该就是看没有任务才这么做的吧？嗯，没有。这样蜡烛会融化吗？会。蜡烛现在会融化？不是，它会自动熄啊，还是可以继续点啊。哇，因为我记得有看别人 PO 过融化的图。标题要改吗？没有要改，没有要改，就玩一场而已。然后我先把它救起来。走吧，走吧。对不起，我太皮了，对不起。我要去右边一楼。左边，左边，左边一楼，谢谢。我左上。那、no。秀是北七。给我们个信号。你看，他会讲干你娘，对不对？你看你们听，你看，你看你。你说他叫什么名字？黑人汤马斯。黑人汤马斯。黑人汤马斯。Aaron Thomas， 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Aaron Thomas 把秀杀了。你会生气吗？在这里吗？欸，他会回应一个人还是所有人？单独的人。Aaron Thomas， 给我们个信号。你单身吗？你单身吗 ？Aaron Thomas， 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个信号。这里吗？你可以说点话吗？打电话。开门。给我们个信号，打电话。这场道具是谁放的？我。黑人塔马斯，做点事。给我们个信号。给个信号。你在这里吗？
他不理我们。黑人他妈是？他是 A 号。给我个信号。你是 A 号吗？你是哑巴吗？他关电源了。你是女生吗？哦，那我先去开吗？开总电源。好啊，你看一下好不好？有开门声。你可以杀秀秀 吗？你是说我吗？秀，对，那我过去你们那边了。哪边？左边？右边？左边，头上，头上好像有开门声，但是哎，打电话了。哎，哦，没有听到哎。秀在你那里对不对？浩丑，你有听到电话声吗？我有听到，但是很小声。我这边很大声哎，我在右边哎。打电话。在后面吧。后面吧。因为我刚到后面，一开灯，电源就被关了。你们左边是我的右边对不对？我记得。哎，电灯电源是开的喽。好。艾伦·汤马斯。我们的左右是大门口面朝的方向。哎，这上来是谁？我。那谁是哪边？信号。不知道，你要问臭臭，他们好像在那边后面。哦。他们在后面左后，他们说的。不知道哎。那礼堂啊。给我个信号。刚往右边走。你会说话吗？在一楼左侧啊。可是也算你很大声是不是？哦，我在大门口附近那边听到蛮大声的。一楼吗？对，一楼。但是该怎么讲？我觉得不会在一楼，就是鬼都不会在一楼。不是，鬼会在一楼啊。他会在，但是刚刚不像。哦。在左下。黑人汤马斯，给我个信号。刚打电话有没有听到吗？我没听到哎、欸。应该在，不知道哎、欸，我再找找看。开门。打电话。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也不是这期间，给我们个信号，现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秀秀四八七，堂里堂，二楼里堂，二楼里堂。等一下，繁星，你先不要按通灵盒，我没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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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叫我繁星？二楼礼堂在哪里呀、啊？只是想要叫你，等一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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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扫到的是你的通灵盒。去你妈的！干，所以我刚才叫你、欸、一楼。好。一楼的哪里？一楼右边右转第一间那个像图书馆，但又不是图书馆的，九度。哈哈哈。看，结果一直都在右边，可我刚刚听到蛮大声的电话声呢、欸。九度，我在门口丢了。开灯了。再见。对。你丢什么？我丢了温度计在这边了。统统丢就对了。对，哎呦，操，关电源了。好，都给我了。给我个信号。其实不用关门，你这样难跑。真的假的？你开着门，不用关门，你开着门就可以问了。给我个信号。哎、欸，猎杀、喔！哎、欸，没有，没有吧？没关门啊！去你的！那刚刚那什么声音？我刚刚听到门关起来。我这大门口开门还是开着呢。啊！笑死！听得到我的声音吗？你在哪里？啊！电话响了。拍照。那有我没有手机。
我没有手机。外面我们都会丢啊，他在门口，他结束了。好吧，再打一次电话。哎、欸，你们道具都拿了，那我拿什么？可以拿那个点阵吗？你在哪里？也有人拿了，是还可以再拿一个了。那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十字架。可以啊，我还要逃脱猎杀。可是我要逃脱猎杀，那我还是我拿了。你在哪里？收集完证据再开始逃脱吧。那我还是先拿个十字架。我怎么感觉是刺骨了啊？不理我哎、欸。换我玩。哎呀，给你。草草出来！你在这里吗？他回我了。为什么？他回你了？对啊，他刚回我了，就讲我也不知道讲什么，那鬼亮起来了。你说你怎么问？你说什么？我问你在这里吗？我有问过啊，出去。黑人出去。哎、欸，歧视哎、欸，我的妈！你在这里吗？回你了吗？不理我哎、欸，他不理想我。那换我来，换我来，换我来。他不想理我，我给你。哎、欸，几灯？几灯？几灯？二吧。哦，好吧。你在这里吗？我太近了，抱歉。你在这里吗？好吧，他也是不想理我的。啊，那我再问一次。你去。因为EF又叫了，是不是？两灯。我关个灯。你们的手电筒。你在这里吗？你好。要我们离开吗？都在闪吗？我不是哦。哎、欸，有那个点阵，点阵，看到了。对，现在有通灵盒，也有点针。妖怪幻影死灵，他说 behind， 还是你们蹲到那个讲桌那边去问啊？如果想听的话，就是后面那个桌子蹲到那边问。你有看到灵球吗？哦，白痴哦！你没有人有看过指纹吗？我刚看了，但是没有指纹。死灵幻影妖怪，这么凶、啊！哦，拍到了，对、啊，拍到了，拍到了。妖怪是灵球，那你有看到灵球吗？再看有没有相机，去运几台进来。这个位置好像没，哎、欸，猎杀。哎呦，还好出来了，要采盐哦。啊，我拿一罐盐巴进去，等一下。我每次都觉得猎杀的话结束了。没有。有人死吗？他只是影子哦，繁星，他只是影子哦，不要太靠近哦。要不然，臭臭，你拿这个相机，我拿一个摄影机进去玩，跟盐巴。在猎杀哎，还是杀、喔？哇、欸，真的哎、欸！哎、欸，所以只要他哇，你们这么嗨？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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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脱猎杀了吧？没有，刚好心跳声吗？有啊，我应该追着他，都追着我们来了。杀秀秀，停下啦！不要啊！哎、欸，十字架打一个喽！他破门了。关灯。他玩门吗？他玩门呢、欸？对，他在玩门。等一下哦，没有指纹。哎、欸，注意。踩过了，踩过了，踩过了，踩过了。哎、欸，有脚印，有脚印可以拍哦。两分。哎、欸，有灵球、哦。哎、欸，对，有看到，我看到了。好诶、欸，我要回去。你也看到了。
拿，我也在拿摄影机啊。哦，你也拿摄影机是不是？嗯，你怎么可以拿？啊、为什么不能拿？怎么可以拿？六台的。哎呦。对啊。不愧是金主。可以一边丢一边玩啊。嗯。丢几台，我买几台啊。嚣张嘞。哎、欸，我们等人物都解，等一下我还没选哦，你们冷静哦，慢慢来哦。你不是不缺钱吗？但也是要赚点啊。是谁呀、啊？好了好了，我想好了，关门了。好诶好诶，这么快啊、哦、这场？对，这场太快了吧。够。我想要画面。好，谢谢。你可以看繁星直播。嗯，我在开台。开台，开台，开台。我发愿。我高叶，你盖哥啊，你盖哥啊！好喂、欸，160，好，先去收塔，你关塔，你关塔。拜拜拜。好啦，隔壁我们不是我们啊，那个奈克诺因开了没啊？嗯，小雨敲我。哎、欸，好哎、欸。隔壁诺英开台啦，是玩恐怖游戏，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哦。我等一下先关台，如果菜渣有找完的，我再开，再看情况，然后再开。那我们到这边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这边是他的直播台，大家要去听的话可以去听。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啦，我们明天见啦，拜拜。